OK， 到达我们的国际大酒店。哎，前面就这个别墅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们预定的。哎，在这里 ，hotel。等一下，看看，坐了一天车，人都憔悴了。啊，现在要给他护照。前台的话，人家都是两个小美女，这两个小帅哥。很多老板，很多人。刚才搞错了，这个地方才是的，这个地方，看着也不错。等一下，看看我们的总统套房。总统套房，这耶哈喽，他们这办事效率快，很仔细，写单子，还写表格 ，very good。现在开始看房。OK。哇，和一个柬埔寨人开房，一个男人带我开房。哇，这房间，这个房子很矮，哇，上面还一层。啊。Hello. Oh, here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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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e. Okay. Oh, here. Enjoy. Okay. Yes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Oh. Hello. My bag. No, have a bag.Yes, here. Yeah, you can keep. Oh, okay. Thank you. 行。哇，很热，也不会什么雨点。啊，空调没给我开。哇，还好。对面是别墅。早晚有一天把你买下来。还好这里离大皇宫很近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哎，我们的，很干净，很干净。好，到这里。